劳委会今天早上举行年度重要施政记者会，会中提到基本薪资是否调整，王如萱表示将在第三季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审议，目标是明年元旦可以调高至时薪115元。他亦表示还是会尊重审议委员会的决议。我们劳委会的明年要变成劳动部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，我们会把我们的检察组、安慰处跟我们福利处的有关于FAP 的部分，然后还包括我们劳保局里面有一个职灾保护室，怎么会做结合，会成立一个职业安全卫生所，这个叫做职安所。王如萱指出，未来会加强就业训练的指与量，辅导失业弱势以及青年的就业，劳工保障的部分也会针对派遣和家事劳工拟定相关规范。他强调要缩限劳动派遣的使用是相当清楚的，但是要立法达成还需要相关人士更多的沟通与整合。台湾醒报记者刘安婷采访报道。